大家好，我是一号 Sharon，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好，我是二号 Gypsy， 今次我的作品呢就是一套晚装，入面加了少少复古的妆和发型的。好，大家好，我是 Sylvia 三号，我是三号，记住三号 Sylvia， 大家请投我一票。Hello， 大家好，我是四号 Sharon， 如果大家喜欢复古妆的话请投我一票啦。Hello， 大家好，我是五号的 Manny，如果大家喜欢打破传统框框的作品请投我五号黑色心凉一片。 Hello， 我是六号 Olive， 今次主题是印度女神。 Hello， 我叫做 Esther， 我是七号。我呢今次这个化妆的主题呢是秋冬的丛林。大家好，我是八号的 Irene， 然后我妆容呢其实那个主题就是直美的晚霞。我是九号参赛的 Tammy，今次我的主题是新娘化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Jo，我是十号。今次的化妆主题就是 fashion。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十一号的参赛者 Cynthia， 我的主题是 Gatsby look。 Hello， 我是十二号 Jennifer， 我今次的 creative makeup 是具创作来源是 乌鸦。 大家好，我是十三号 Karen。我是十四号的 Angel， 我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外景的新娘妆。我是十五号 Emily， 请支持我一票啦。嗨，大家好，我是十六号 Joyce。 今次化了一个帮 model 化的妆，就是比较想有仙气，还有一些精灵的感觉啦。